夏季野钓鲤鱼饵料配方。北方的夏季最受钓友们喜欢的对象鱼就是鲤鱼，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在黑坑还是在野钓都能钓到大的大鲤鱼。今天主要来说一说在野钓的时候如何能够制作出专门钓大鲤鱼的配料配方。材料可以准备玉米粒400克、鲤鱼颗粒400克、麝香米100克、白面100克、玉米面100克。把玉米粒弄成玉米碎，越碎越好。准备一个盆，放入鲤鱼颗粒，加上水，刚好没过泡发。泡发之后把水倒掉，将玉米碎、白面、玉米面倒进去，搅拌均匀。这个时候的饵料状态是干散的，然后向盆中加入一些少量的水，继续搅拌，目的就是增加饵料的粘性。接着放入麝香米和其他的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取出，放在室外平坦的地方铺平，等待自然风干就可以使用了。